物馆之三秀的作品，应该怎么讲？是很难看的。今天这里不是讲的这个，所谓见机而作啊，它是因为这个鸟本来被受惊嘛，飞了一圈，集合在木上，对不对？那工人说啊，你很有反应，很有反应，很懂得他什么时候懂得怎么反应。那子贡就说哦，孔子说，老师说这个鸟很棒，懂一懂。那鸟就飞出去了。那飞出去之后，三秀而坐，飞上去就看一下，再看一下，再看一下，以三秀而坐，是他举的，这是一个讲法。另外一个讲法啊，说是头已凉啊，自三秀之不敢时而起飞啊。这另外一个秀是说当做秀文的秀，这里秀他说是当做这个字啊，这个字你看。就是我们平常不会念的从木从犬，懂意思吧？这有两种不同的解释都可以通啊。我们前先取的应该是前面一个，就是鸟惊示状，这个是这样明白吗？因为这里没有说拱子未必有粮嘛，所以我觉得未必有粮，而且临我们子路临时拿个东西喂他们，我觉得怪，我觉得可能还是前天这个节感觉就是好。好，还有其他的吗？这个章很有意思，我特别跟诸位讲说，这个礼是要一种适当的对待，适当的反应，就对于整体要有感觉。所以礼的前提是人，人就是要对人有感觉，就周围的环境有感觉。后来礼为什么僵化了？僵化是没感觉了，对不对？就不能够实哉实哉了，对吗？没感觉怎么实哉实哉可以啊？反正只是一个僵化的一个反应。所以这张放到后头就很有意思。老师第八篇，哎，我觉得这篇还蛮有意思的，但是就是那天几乎所有的食物都讲到，就是没有讲到水。在想说，是不是当时候水果比较不常吃水果，就是蔬菜肉跟饭都有讲。我好像我印象里不太吃水果，没有像我们现在那么多水果。不要说古人啊，我妈妈跟我说，她小时候都不太吃到什么水果。不要说古人，她有瓜果，可是有瓜果，可是没有。没有像我那么多，所以恐龙让梨嘛，你有汁的，不是没有，但是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么。这个我也没怎么多研究，不过确实，啊，水果倒是好像，哎，这个很多吃瓜，啊，这个，啊，还有什么其他的吗？这个我没太大研究，印象也还是。古人水果，而且以前人照中医来讲，一般不主张生食，生食容易伤胃，而且水果，尤其水果生食容易寒。照以前人讲，还有其他的？这张其实很有意思，很多万味一下，啊，很有意思。就想从你平常的生活，啊，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。那我再问一下哈，老师，这边的礼应该是在上比较贵族上流社会，一般就是包含。儒者叫做礼不下庶人，刑不上大夫。啊，确实这样。啊，这个，这也是因为当时的生产资源条件，啊，还没有办法。大概古代社会都如此，你要说整个社会都可能。那老百姓们受的影响，逐渐有受制于，应该保持这个，会受到影响。所以，刑礼等于也算是。
你也可以这么说，对，古代是一个阶级社会，封建社会是个阶级社会，它也是靠这个阶级社会来维持它的秩序跟文明啊。这个当然不能说像我们现在这么理想啊，一个全社会的制度，那我想中西皆然，所有前现代化的社会都是如此。所以因此我们不能不说现代化是有一个很重大的改变，所以现代化之后人类社会基本组织会有很大的改变，这是古代社会是很做到的，同意吧？所以拿我们现代化之后的一些情况来要求古人，事实上中西都做不到，都没办法的事情，还没有那个条件。但是现代化之后我们确实也可以很多事情是有所改进啊，所以我并不主张居首在这个地方。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可以进来问一下？这里面学问很多，我也不敢说什么都知道啊。这个不仅是不敢说都知道，有很多事情不知道，应该这样说。这就很多细节，只略知一个大概而已。像这里面很多的细节啊，这很多复杂的这个古人这个讲究。我这边是应该是很有意思。老师刚才有提到饮食文化很有意思，应该说很讲究，很讲究，很讲究。但是好像日本对很多东西好像看起来很有礼啊，这个说的要用。但是也有人批评日本文化好像有礼无情。哎，我知道。但这个又怎么样来对？这个是这样子的，就是说，日本人到台湾来，这个很多，这个台湾人看到他，我外面的好像啊，食衣住行啊，什么各方面还鞠躬啊礼仪很多，可另一方面来讲呢，却你比如说男人随地尿尿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这个女生穿衣服也穿得不整齐啊，这个沐浴啊，男女同浴啊，这些种种啊，就觉得说他好像都是表面的，而没有那个体，有礼无体。确实有这样子的状况，确实有这个状况，就是说对日本人来讲，他很多东西都是从这个中国这边学来的啊，他学了之后为他自己所用，他觉得是对于他的封建体制啊，很有帮助啊，所以虽然他明明是武士而不是文士啊，可是呢他学了很多这些从了朝廷的仪轨啊，一直到的饮食各方面，可是核心里头、骨子里头，他并不见得都能够掌握到这个礼的意思啊，所以变成说那个体啊是有所不足的。所以说日本人这样也是没有错的。我刚才称赞说他们这个饮食啊，这个讲究的地方，我觉得日本人这个讲究是蛮好的啊，我也蛮喜欢吃日本料理，因为我觉得说食材讲究卫生嘛。啊、做的又清淡、啊、我们现在做的食材也乱七八糟，常常不但也不过程也不卫生，又常常味道太重、啊、用了很多不好的料，弄了一大堆干什么，不健康。我说我身上这一方面，有人讲说中华文化也是酒的文化、饮食的文化，这个通不通？酒的文化、饮食的文化，酒喝世俗有这一面吧，啊，因为老中都很爱吃嘛，所以确实也有这一面，但是它不只是这个东西啦，啊，以前是那它文化方面很多啦，是不是？礼乐射御书数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也都是方面很多的。有没有其他的问题？
不要说跟孔子一样，或者说能够学到孔子的几分哦，很自然，有可能在物的在各种环境下面都能够恰如其分的表现。就是你有没有遇过这样？遇过这样的人。这是好问题。还真难呢，回想一下还真难，真难。有的是外面看起来有啊，但是他其实骨子里紧张啊，我也知道啊。那有的是外面看起来就紧张的啊，身体细细的，更不用说了啊。那有的是很粗鲁啊，有的是很迟钝的，各种样子，就是说。你要能够这么从容自然，又非常的敏锐有感觉，然后又恰到好处，好难哦！我恐怕我生平还真的没怎么见过，大概恐怕钱先生比较近是吧？啊，不过因为我看到钱先生都是通常是上课的时候啊，所以这个场合有限啊，但钱先生是给人家一种既有威仪又很自然的感觉。前天有一次跟我们出去郊游，啊，大家都好开心，啊，也很自然，啊，也很就是说，前先是那种既有威仪又举止动作都有分寸又很自然，之后很少了。我无论是在各种场合、各种机构，很难，真是很难，所以确实是不容易。你这问题问得好。达到这个高标准，我们人各有各的执着，各有各的问题，常常一个东西卡住了，或者就卡在那个地方了，懂吧？人就不对了，或者一个东西紧张了，就陷在那个地方了，毛病多了。那任何场合你都这么有感觉，又自然又有分寸，恰当好，这是超难度。你看我身体不碰到这样的，你看我呢，我刚把脑子里走了一片，我想到了。还真是不容易举，真是不容易举。我可以肯定跟你讲，我们现在政府上的人都不行，就是，这倒是蛮确定，蓝绿两党出来人都不行，行都不对，那个举止谈吐都不对，都不太行。马英九是看起来有理，但他很迟钝，反应很迟钝。他对别人对做的事情没感觉，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。他是有教养的啊，就是家里头啊教得很好，可是他是照表操课，那个不是三两实质实在实在不是，他可没有这种反应的能力。其他人更不行。蛮难，所以读经事实上就常常让我们自己说：“哎，你要懂得人生有这么一个标准跟一个境界啊，这样追求，然后学而时习之，这人生可以不断的上来。”其实很明白，其实很明白，越学是越明白的事情。就我而言，我常常觉得。我固然好像也念了不少书，现在也在教书啊，人生也做了这样那样的事情，可最核心的其实还是学这个，学做人处事，然后不断的要提升自己，因为这个本身就是自己生命的一个真实的成长啊，从早到晚点点滴滴，这就真实嘛，对吧？那知识啊，或者地位啦，这怎么能跟这个比呢？对不对？都没有办法跟这个比的。所以，我觉得学这一种道理，至于道，居于德，立于人，游于义，其实人生非常快乐。我有两个问题，一个是那个习近平政府做的那边。他提到说，南北向西为上，东西向南为上。
但我其实不太知道为什么要就是西北上面的那个方向。哦，这个地方这是古人的这个座位啊，我不见得能够讲得很清楚啊。不过大体上来讲，比如说我们常说西席跟东家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候南北向行旅的时候是以西席为上的啊，也就是说啊，你譬如说啊，这个主人都是在东边啊，兵在西边啊，兵从西街上，那这一个厅堂是南北向，基本上是这样。所以他这个席不正不坐是要配合的这个方向的。那我看另外的话是这哪一页，一起席不正不坐在啊279这边，第几章？我们页次可能不一样。第几章？第九章。第九章。这边我看到也有一点奇怪。我是联想到那边，这个地方我可能没有办法好好的回答你。南北向以西，南北向以西为上没有错，东西向的时候以啊，不行，我这样讲会有点问题。哎，对，我想到是宗庙的这个地方，主人在东街，兵在西街啊。这个问题，西席，古人，这跟鸿门宴的座次又不一样了。鸿门宴的座次的话，这个，项羽是南向而坐，啊，这个刘邦好像是这一个魏西朝东坐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。然后范增坐最下面，北向的好像是这样，可是那个是南北的问题，我们宴坐次。我后来有人考说，有些人讲错了，这个我们院长说他弄错了，这里面蛮复杂的。因为云石先生写的很有名，我们宴的坐次考这个问题，好像是讲错了，这个事情还不太简单，我不是可能讲不太对，这个抱歉。一般来讲，我们是说那个南面而望嘛，南面坐。啊，然后古者上左啊，然后东西向的话是以西向为上啊，不就是那南北的时候就是靠西为上啊，那么东西向是以南为上，这也没有错，可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讲不太清楚，求你懂，抱歉，有些事情，哎，这个记性不够，像我今天什么大夫跟大夫，我怎么也有点疑惑。你们一般听到是大夫吧？网络上好像是写大夫。对啊，我就记得我后来最近常常有人念大夫，所以我有点糊涂。啊？你现在看？我有点糊涂，我可能在确定到底哪个念比较对。大夫。古人对这个方向感好像特别有关。对，很重视的啊。这个。我们现在对于这个东西南北好像没有什么概念。现在其实也有一定讲究，譬如说是这个大家进餐厅知道面向门呐、啊，对对，这一类的东西，不会说什么东西啊、南北。这个是因为哈、啊，古人的是这样子的，他君子一定帝王是南面而望，而且他的房子盖的也都是这个坐北朝南，不仅房子是这样子哦，这个城啊。这个什么辩方正位体国经也，周礼就一开始讲这个城的盖法啊，城门南北东西也很讲究啊。另外，这个古人这个都城的所放的位置啊，也要这个左右夹辅、啊、南北向，所以它整个的从都城的所在城门的位置
乃至于房间房事，通通会注意方向。因此古人注意方向很容易，我们现在怎么注意方向？街都是乱的，那很难嘛，对吧？现在变成只能是这个样子，啊，对吧？变成说是往往是进门对着那第一个是上位，啊，然后现在左右也不分了，啊，这个古人是左是为上，左右有分的，所以今人都不分了。那这个事情跟古人以前整个地方所谓上应天时下应地理是有关系的，所以它整个的存在的方式跟我们不太一样。我们现在的存在方式都是人为的了嘛，啊，既不管天也不管地。以前人的像香港篇，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再细部讲。其实真要讲这个服装的时候，以前的服装都要应天文地理的，啊，这很讲究的，啊，这个方鞋子前面是方的，像地啊，圆观向天啊，这个带着几重的衣服，上面的服饰都有象征的，啊，后代还配阴阳五行，那很讲究的。对，那在那里头，它产生一种特殊的这个味道，那是这在以前来讲，就是外族的人看到华夏衣冠都觉得非常的，佩服羡慕，所以才会有魏孝文帝的这个汉化呀，啊，汉化什么的，你就学这些啊，衣冠礼仪啊，羡慕得不得了。羡慕到什么程度呢？羡慕到就是他跟举朝这个怎么说？第一，他的儿子啊不习惯啊，他最后是把儿子废了，废了之后还不得不杀掉，很可怜的，因为他太子嘛。如果他还活着，底下的人谁来继位啊？这有大问题，懂我意思吧？所以可怜了。那结果一帮大臣刚到来，刚开始不接受，可是到了洛阳之后呢，结果呢，通通汉化，喜欢不得了。啊，这个事情，文化就是这样。所以汉人的文化是有他以前有他动人吸引的地方，对外族，啊，可是也有他的问题。这个问题呢，就是容易文弱，啊，懂意思吧？所以。汉人，我就说汉人之于胡人，有点像法国人之于这个 Germanic 日耳曼族，听懂的意思吗？啊，大家羡慕法国文化，可是法国人就像我们的宋人之后老打败仗，有点这个像味道。但是这个文化也蛮动人的，古代还比较好，因为礼乐还有讲射御，它均衡的，好吧？今天问题我们就到这里了，好不好？那我是在想。如果有兴趣的。